是否安原计划行事？再等等。队长，看来这里确实是日军进行化学实验的地方。行动取消。什么？行动取消？行动取消。 执行命令。是，龚总。看来敌人已经有所察觉，命令部队马上发起进攻。嘿，龚总。 是吧？没事。走。燕军，你来的太及时了，这次你一定会消灭所有的敌人。谁俊，前去看一下。嗨，小子，跟上。 给我仔细搜！发现了！
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？张总阁下，应该是敌人安装了爆炸装置，除了发现两具尸首之外，并没有发现其他人的踪迹。敌人肯定是借助爆炸的掩护，从排水管盗取了。石岩队长马上带领你的人进行追击。是，所有成员，跟我走。哎。赶到敌人的近点时，他们已经逃走了。怎么可能？对方分明已经被我们逼得走投无路，怎么可能逃掉？不可能有这么缜密的安排。看来增援的人跟袭击我们的敌人并不是同一伙人吧？他们对这里的地形非常熟悉，他们不仅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，而且还成功的把敌人给营救走了。你是说上海站和地下党已经联手了？大佐阁下，大声点说。大佐阁下，刚得到一个消息，我们成功的捕获了一名敌人。他的伤怎么样了？被子弹擦伤了几处，稍微处理一下就好了。这次你又救了我一命。你不用跟我客气，现在我们是一起战斗的战友。对了，其他兄弟怎么样？受伤的弟兄已经转移了。放心好了，沈飞他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。幸亏在这张图纸上发现了仓库附近的排水系统，否则的话，即便我们赶过去，也救不了你们。这次发现了一批拿着德式冲锋枪的日军，看来田中信一为了对付我们，成立了一支新的队伍。你是不是现在能告诉我，为什么要发动进攻？武汉方面给我们下达了命令，要求我们必须对敌人展开攻击。